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禅机山维新圣教任引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护国息灾水陆大法会特别报道，各坛佛事法仪依序进行，前来参加法会的同修善信们也各依方便时间前来，于净土坛中表达孝思心意，愿列祖冤亲有缘诸灵都能感受心心相应。王禅老祖开此水陆大斋法会，名扬同观照，既为安抚祖灵，放下恩怨情仇，也是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一大步。祖灵能安，而后子孙安；世间能太平，而后世界永和平。因此，王禅老祖与宗主天人合一，传妙法于世间，将易经风水的平安妙法广传于大众。此外，于每年水陆法会中举行执年炉主执教，为此一年最需要消灾化劫的家庭，王禅老祖亲自前往坐镇家宅，护佑此家庭一年的平安。各位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壬寅年的执年炉主报名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我们现在目前要执杯炉主的信众呢，贤士同修，现在已经有30几位了，这个机会难逢，老祖给我们这个平台，能够请老祖回家镇宅，能够保护平安，能够事业顺利。我们服务台呢服务的项目包罗万象，不管上至天下至地，一切的事情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我们都会一样的去服务。有些什么问题遗失东西，或者要寻找东西、寻人、车子的挡路，你们都可以到服务台来，请服务台这边来给你们服务。谢谢大家的支持跟大家的配合，在这个防疫期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把口罩戴好，为自己也为大众，大家都为了配合政府。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合，谢谢各位，阿弥陀佛。任引年的执年炉主在今日午时，由负责炉主执脚事宜的圆君法师和圆堂法师，在维新圣殿内老祖金莲座前执脚，由获得圣杯数最多者当选执年炉主。执年炉主将在法会圆满后择吉日，以八音锣鼓于仙佛寺迎请老祖今生回家镇宅，一直到明年老祖法会前，炉主叩谢老祖一年来的护佑平安之后，再以八音锣鼓恭送老祖回来仙佛寺。这是王禅老祖的天威慈悲灵感，护佑众生平安。在法会之中，各坛都有无数的义工同修，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实践维新圣教利他精神，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牺牲个人时间与假期，无畏日晒雨淋来圆满法会，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他们的慈悲和法喜。我是严子，今年能够在这里为智慧长来服务。那这个智慧长功德会对我们宗门实在是很重要。从我们师父开始在禅机山里面来推广维新圣教的顺法，都是我们这些智慧长还有这个会员大力的来这个支持。那我们这样一路走来40年接下来的我们要将我们维新回古顺法在基层普传，更需要智慧长以及
啊，这个会友来支持。那这些会员一定要仰赖智慧长来动员。啊，如果说能够将我们这个圣华啊推广到这个我们这个会员身上啊，落实在基层的话啊，一方面是回馈，一方面是照顾，一方面是将我们的圣华会很扎实的哦，在这个基层来生根。那如果说啊，我们基层扎实的很好，那我们维新正教未来的信众，透过智慧长，透过会员来啊，邀其他的亲朋好友、家人一起来参加，那这个圣法要普传啊，就更容易了。那我们师也非常的重视这个智慧长，所以现在有一个智慧长的群组，那啊，每个礼拜师有4天的时间为智慧长在传法，啊，我相信未来。啊，会透过我们中门的这一些培养的这一些啊讲师，还有准讲师，还有智慧长，将这个法落实到会员的身上。那我们啊，这个圣法要在基层普传，就会更容易一个啊，更快速啊。所以啊，在这里也非常的感谢啊，我们这个智慧长，还有这个会员。啊，全国的这一些啊，有幸啊，这么热心扶持的同修们，大家再接再厉啊，一起再努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道场的师兄弟，大家好，我们这里是普里道场，发金子的地方，大家都很发心来这里当义工，而且，佛心满满，希望大家功德也满，谢谢。今天来这边做义工哈，我们。我们都那个同修哈，都花心的这边当义工哈，都尽心的在这里护持我的水陆法会。今天是我们教主第三组，那就早上7点到明天早上7点是两班，到明天早上7点这样子。那今天大家出席很用，我们像今天我们这组出席就20几位了，所以蛮感谢大家啊、共同护持。跟去年比较，今年的同修都非常主动，自己会扫 QR code， 也会量体温。跟去年比较，今年这些同修这些师兄师姐非常合作，这样。因为防疫的关系啦，我们不能让人都所有人挤在这里，所以我们招募法工的时候有招募很多人，分了好几组。好、有一个小白单呢，我们有一个师姐或者师兄负责，负责他可以满足那个信众。或者是学员这样，我们每天早上大概6点半，我就是第一二三天的时候，我们6点半就来。那星期日是最多，所以我们星期日的时候有22位法工，我分很多组。那我们就是因为防疫的关系，就不能让人卡在这里。就是有信众他算是不会写的，我们请解说员帮他写。但是很少量，大部分都要解说。比方说依附林很多人都弄不清楚，那我们就要特别跟他解说一下。做事的时候，事情有事做的时候，对，蛮快乐的。我负责外围，对，他五供，早供、午供、晚供，然后还有一些水果、点心。时间到，我就该要定点站在某些位置，对。所以我如果进去诵经或干嘛住那个住念的话，我时间会来不及。所以我要在外面 stand by， 是对。我们是台北市孝心道场，今年壬寅年水陆大法会，我们负责水果组插水果，我们负责各坛的水果，还有这法工大家都做得很辛苦。你看你们那个都要插水果，插得特别的辛苦。还有众多的同修义工忙碌于法务工作，他们或许不善言辞表达，或是一心只为圆满法会。但他们以身布施、无所畏惧的心和圆满法会的法喜，令我们赞叹，功德无量。清晨一炷香，华严坛、法华坛的戒德法师们开始一日的诵经。
使两坛公设在兴佛寺龙藏之中。在水陆法会期间，由戒德僧众静心虔敬默念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与《大圣妙法莲华经》，阐扬佛世界的伟大，圆满成佛因，成就佛果，以及行大悲愿得大加持的奥义，以此两个经典之微妙法义于虚空中代佛宣说，令参与法会的法界众生皆得听闻。各位善信大德，大家好。我们这边是华严坛跟法华坛，我们这个坛城里面，是两个坛城。那每个坛城的话，都有两位高僧大德在看，华严经跟法华经。而在这边的话，就是要让法师很亲近的在看经，所以说我们这个坛城就是要静，静。静，让法师能够定下心来，把这两部经好好的，把它看完。这两座坛城为历遍法师一心恭诵经义，于法会期间谢绝信众出入，以免打扰法师。若信众行经此坛，于坛城外合掌礼拜即可。南无广禅老祖大天尊。另外，水陆法会中楞严坛及诸经坛也是由戒德高僧来恭诵楞严经、金光明经、圆觉经、佛说无量寿经和观无量寿经等大圣经典。楞严诸经坛设于兴佛寺最早之建筑极乐殿中，历遍诵经僧众一心无碍。此坛于法会中亦谢绝信众参拜。楞严经又称大佛顶首楞严经，其内容直指真心本来面目，于佛教诸经中代表正法之注释。诸经坛所诵大圣经典亦皆是佛之妙法真义，由僧众宣读恭诵，为法界代佛宣说奥义。Oh,
法会中前来参拜的信众大德们以一片诚心和普桌斋转供养祖先及三界万灵之外，也以金银财帛供养祖灵众等。祖先和冤亲债主、三界万灵多数未达仙佛菩萨圣神之境界，因此他们需要一点光，需要光来引导他们。供养金纸即是化为一点光来供养祖灵。供养回向祭文中所说到，一叶金纸一净土，净土大地是光明，光明世界七宝成，众生随光可见性。仙佛寺是宗教修行的处所，来到法会中的信众同修们也希望都能感受修心修行之可贵。护持金纸奉化的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请奉化金纸供养祖先万灵的善知识们一起注意环保。各位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长期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感恩所有的善信大德学院众等的发心配合。我是土城安心道场的代表。轮值我们负责这个金纸的奉化区。金纸的奉化是要大量的人力来共同完成的。在此祝福各位善信大德贤士同修阖家平安健康快乐，阿弥陀佛。在水陆大法会中，唯一公设长生路为阳世间人祈福的就是延寿坛。延寿坛坛城设在维新圣殿，除了供大众设立长生路位祈福消灾，也为维新圣教的建寺功德主设立路位，为功德主祈福。延寿坛法仪由法师带领恭诵药师经等经典，以药师琉璃光如来十二大愿愿力消灾延寿。法会第二日，延寿坛进行一项殊胜的金刚科仪。金刚科仪以问答方式为虚空有情同修大众解说《金刚经》之真意，剖析生命的本质，将禅净双修的哲理思想透过宗教仪式，使得大众皆能体悟生命内涵，进而觉悟慧命，达到生命的永恒。坛城中奉请韦陀尊天菩萨及东西南北四方天王，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天王护法镇守坛城，护佑长生路位上的众生，解脱业报苦恼，消灾延寿。
天尊，南无王禅老祖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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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尊。进行共上堂法仪，在昨日恭请诸佛菩萨一切圣神光降坛城圣座后，今日斋主以六尘妙供各项珍宝等表达一片诚心，供养诸佛菩萨与诸天圣神。
众跟随三师和尚虔诚礼佛，以香花灯石衣金宝等等摘星献供，愿请诸佛菩萨慈悲纳受，赐福大众，福慧增长，皆平安。佛光普照，不违本愿，度引一切六道群灵俱来参加法会。上午供养完毕，下午内坛进行告舍，会使六道群灵都能够得到大赦，前来参加法会。金刚上师奉请神通自在威德难量，梵世二天结集特赦使者，带着赦书与赦碟上达梵天与第四天，下达地府以及城隍土境，查询受恶报的灵界众生是否有阳世的亲属为他们做功德，以及是否达到特赦的标准。内坛大众恭诵地藏经功德回向，仰仗地藏菩萨的大威德力，拔济三途受苦的众生。Thank you.
道社法仪圆满，明日将召请下堂十四席法界众生三界万灵前来法会，并授以幽冥戒，欢迎十方善信踊跃参加。水陆法会殊胜功德，无论受召请而来的法界诸灵，或是来参加法会的阳世大众善知识，都能感受到内心的法喜。昨日老祖圣诞日午时，即将落成的三重道场，圆明法师恭请宗主混元禅师在维新圣殿为三重道场王禅老祖今生进行开光法仪。这是维新圣教又一间弘法立生的道场，在五月四日即将于新北市三重落成，加入共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大法轮的行列。欢迎有缘同修大众一起来参加三重道场落成典礼。开化旧工程，王禅老祖庙之称，已经心发苍天际，风水与宗教力新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今日午时，宗主恭请王禅老祖师尊光降，为分四道场开光加持，代表和平的天德旗，颁赐给各分四道场请回，镇守道场辖内方圆百里，众生百姓都能平安和谐。啊，各位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啊，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刚才你们看了王禅老祖光像，在为各位开光。第一个，这是天风旗。天风旗的是王禅老祖，当时离婚晚餐，他穿袖孙膑，运用的剑旗，他开始王禅老祖所传的旗，就是四角旗。四角的就是和平的旗，三角的就要你正正旗，所以老祖就直接啊示现给孙膑，啊教伊撒豆成军，撒马成兵。的方法啊，那么然后用四角旗啊传给孙膑，但是当时孙膑在战国时代拢是作乱的心情。啊，想要啊，以这个战争来降服他人，啊，老祖就无讲话啊，教伊用四角旗，就是化解干戈、西战争，
化解干戈释天惊，毋是爱因继续搁战，因怨生仇，啊，就是战没完没了，因果业力一直在发生，啊，所以啊，老祖呢，传这个吉世甲吉，好身边这个地主，还是身边甲旁观的历史过程，大家拢清楚。到最后来，孙膑命遐么去吼，旁观甲收伊。啊，到最后来，孙膑糊着啊，糊着讲战争无法度解决问题，只有和平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古圣先贤也要教化众生，啊，一定以各种的方式来教化。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啊，发生3762次的大小战争，要无叫起着三祖的子子孙孙，无叫起着两岸的同胞的善良心、慈悲心，啊，仍然存着报复来发生各种的恐吓甲战争。啊，这是真正危险的代志，因因怨怨，因果业力永远伫延续落。所以今日为甚物请教，是一个世界和平的法门，啊，用各种的方式来救济众生，啊，大家爱觉醒。你做事业嘛同款，家庭嘛同款，社会嘛同款，公司嘛同款，啊，大家拢爱以和平相对待，安尼咧，人的事业就会顺时，家庭就会和谐，世界就会和平啊！啊，所以今日啊，这个老祖降下来开光点眼，啊，这个灵旗来送予咱分持道场主持，啊，你带也要用。所以靈旗的應用範圍非常的寬，84000種的法門，啊，攏是以這個靈旗的禪，咱來修行。啊，希望各位為甚麼現世弟子主持法師，啊，恁是一世人有这个福报，成立管理着道场，无论大场、中场、小场，拢爱用爱来关怀众生。所以老祖今日送这灵旗，好，咱的法师
啊，为众生来超这个烦恼，啊，所以咱两期上好各位，恁爱保管好好，啊，唔通叫囡仔野耍，或者好心内无情的人。多邪念，安尼咱也足有罪过诶。所以咱今日送这灵旗予国分寺道场，啊，就是来镇守咱道场发来方圆百里诶天下众生拢会当平安。拢会当和谐，啊！我今日咱水陆法会已经第三天啊，啊！咱要有四天就圆满啦，大家也足辛苦，啊，真用心，予人真感动，老祖。刚来开始，今年的水陆会，咱的目标是伫预防着这回台湾的疫情会发生来伤害着人的性命，啊，所以除了着咱爱好好啊。预防以外，咱也爱来创造后一步的平安。大家爱念经，无论你什么教，基督教、天主教、可兰经，啊，或者呢，本教的天主经，你拢认真来念，啊，认真来修持，咱大家都以后都福报啊。咱来创造未来的福报，上重要。啊，过去的业报，啊，咱当时怎么发生啥，咱唔知。所以只要依照老祖安尼开始，当下这个时间，大家认真念经，来供养，来回向。咱就会较平安啦，咱会当消灾化劫。所以今日咱法会已经进到第三天，要这几天呢，啊，也未圆满，希望各位同修十方善信大德，恁也未来超度祖先呢。啊，完成这主诶，你著起来先问师，啊，咱来报名。一年一次诶机会，真难逢啊！啊，咱也祈愿大家平安，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幸福，事业顺遂。阿弥陀佛。新生教尽重现，天下太平一万年。同修大众，请依教奉行，努力恭诵瑶池金母普渡收缘定慧解脱真经，为台湾平安、两岸和平尽心力。也欢迎持续收看《维新天下事》水陆道法会特别报道。法脉七千年，伏羲花卦开天门。